자, 그립! 그래. 자제. 大家好，昨暝那是啊，听讲足侪人梦游哈，有梦游举手看麦，无人知吼，敢若你知尔吼，迄啥物人甲伊讲诶？恁隔壁诶，我拄仔伫搭迄个电梯吼，拄着一个人讲，昨暝敢好困？伊讲吼，头一工歹困，昨暝好困，表示讲有进步啊，吼。有进步。今日看到遐尼济人，我的心情有感动，非常欢喜。咱的愿望，咱所期待，渐渐要到咱的手中啊！即次我用迄个北京语来参一下，因为阮遮有迄个高山族哈朋友，的确来到这里呢，我们心情也非常的高兴，也非常非常的激动，所盼望的已经来到了，但是就差那么一脚，那一脚还要需要您，需要我在这里做一个坚持向前走啊。所以呢，今天的主题提到什么？渴望，我们大家一起念来。渴望的背景有很多是欲主，也很多是无奈。很多人没得到该得到的东西，有很多是因为在那种绝望中不知道该如何往前。它里头就是一个渴望，我要得着，我要，我要，我绝对要。有没有信心？有。后面都没想，有没有信心？因为你们走对了路，这条路是台湾什么？哎呀，唯一复兴的道路吗？啊，说的也是，我们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因为我记得没有错的话，你的专业是说话，对不对？是不是？你起来给人家看一下，什么都没做，跟他讲而已啊。我们需要学习说话，说什么？尊重人的话叫做台湾民政府法理论述，对不对？因为我们看见了台湾人民都是走迷失的羔羊一样，需要借着你说话告诉他，来来来，家家上好，家什么上好？家会得到自由，家会得到什么尊严，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激励每一个任何在这里的人，因着你短短的这两天三天学习认识的法理的论述，也因此带着这个元素出去到你的部落，到你的家里，到你楼上楼下的人说 say hello， 哎呀，我这三天得到足济，你要听不？讲故事的方式跟他们分享。我们鼓励在座的每一个人，不要自称为我是个博士。博士好滴滴的，就开几瓶一都没塞呀。他是垂直的，我们不是博士，我们是一个享受分享者。因为我听到你，我看到你，我就微笑。为什么？因为你满了喜乐，对不对？因着你喜乐，我就愿意跟你交朋友，我就说 say hello。我们在这里美丽的小姐她谈到了她的经历，受到了逼迫，受到了歧视，同样的在我们身为台湾的人，我们都是一样的。为什么？那今天我会谈一些摩西的故事，以色列的故事我虽然不是牧师但是我觉得在他的过程经历过程当中跟我们台湾是相同的。他们受到了法老的逼迫，他们受到了法老的辖管，然后加害于他们，他们人民的心里得不到自由，惶恐无奈无助，
就不知道该如何往前。但是兴起了这么一个伟人，在这个时候呢，我就联想到我们的秘书长，他有雷同的情形啊、哦。他谈到他是从中国偷渡到金门的钢琴，有没有人听过这个故事？有没有？有哦。哇，这些都是啥？那个叫什么？叫白牙吗？很蛮痛，他砰砰砰砰砰砰砰，哦，无电费，听到机械的声，砰砰砰砰砰砰，了后我头看有电费，但是呢越走呢越暗。心情非常非常的激动，惊吓，不知何处是他要去落地的地方。还没有到金门的时候呢，班主任说：“高教，你得落来。”哎呦，惊死人哦！高教，哎，这是害呢，有无跟高教呢？他一下来，刚好在金门的这个边缘。那个时候他在讲的时候。我的感觉，他的命定，我们这个基督徒中神所命定的人，他就是做这件事情的人。摩西也是一样啊，你要去使万民，你要去使以色列人脱离苦海，但是我们的秘书长还没有得着这样的启示啊！啊，他站在海边呢、啊，看会深啊，会冷会寒啊，对不对？何解在？按岸边帮俺看起来，几几什么？要防那个登陆，哈、哦，那个军座当兵的人应该都知道。好、哦，看个足深啊，多亏嘞！哎，才有一金，啊用一卡深安尼开嘞，开嘞，但是内底擦擦尖尖，好艰苦啊！伊就提伊个啥，伊个手帕垫底，然后溃一下比较舒服一下，安尼呢？然后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间，他手机会有一种亮，哈、哦，有没有闪烁？哎，啊、哦，手机，新的手机，马上卡音，他的那弟弟啊，这个哥哥我袂记啊，啊、哦，联络一下，啊、哦，告诉国防部，我他在这个地方。他在等待的时候，有一丝光啊，他里头有一个，不管他有没有信主，他有一个祷告，他里头有个祷告，若是我能够脱离这个，我要为台湾做事。你看看，这是明明安排的，对不对？若没有这个过程，今天在座的没有办法在这里听这个台湾主权的一些问题，没有办法听到法理的论述。你是偶然的吗？是不是偶然的？不是。所以你们来到这里是非常有价值的。头毛白白人太济，对不对？今天你走到这，我脚麻手麻。我架杠是卡巴丘巴，然后去年是带着日本我们的参议院跟这些到宜兰，我做解说员。游览车到了宜兰松罗，我就步到啊日本的建设跟嘎扎吉的黑哦，熊熊来一个 Q break 紧急刹车，我就底下多阿弟讲的是咚，哎刹开不底啊，结果呢砰在驾驶台，我叫熊熊安呢，我现在手都麻麻的。脚行动上有一些，虽然很吃力，担心。我都想，我那是讲有一天，我也脚袂行，手阿爸，台湾咱的目标要未完成，我爬啊，赶快爱爬起来。为了什么？为了咱的子孙，不是为了你个我，咱为了咱的子孙。你看，足多人，咱。看到迄个鸡啊，透早三四点的时，有欧巴桑、欧吉桑做啥物？捡啥物？就干那干咩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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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是恁阿公、恁阿妈呢？你有一种感受不？老外有人听叫那个吗？无嘛？是虾米人？是咱阿公、咱阿妈、咱本土台湾人？这是恁咱应该得到的吗？但讲到这个时，我的心情我非常非常的
激动，我的感动是上到这的是目屎的流啊。这是咱台湾人应该接受的一种状况吗？我今仔日脚麻手麻，我无都为着我的子孙，我阿爸嘛是爸来遮。咱爱有这种的看法，咱爱有这种感受。咱台湾靠希望，早期平民民选总统的时，我伫电台，我主持，我头一摆，因为我以前我对上高讲的，什么党你绝对袂当参加。我多少准先生就跟我讲，因为你是二二八事件受害者，他是一个受害者，哦，他是日治时那个日治时代，他是在消防署啊，做中队长，日本的中队长，军人的中队长。那个三十八军进来的时候，就开始跟他们抢夺他们的一些东西，就开始去对立了。26名有16名被残当场被杀死，因为他们没有带枪啊。我父亲刚好是采购，被动来袭，都要渡掉，碰到了啊小兵。然后他就讲阿无奈阿无奈，他说队长队长危险危险。我父亲那时候他说那些是什么事为什么？然后现在我们这几个都已经被杀了，是那些吉拉进。已经进来了。好，那时候当你当一个队长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是不是一定要去救啊？不论啊，那个阿库妈妈的，还得有。我说再怎么样，我还是要去救。可是那个小兵呢，抓着我父亲不放。后来我父亲顿时就想到我妈妈在台大医院当护士，啊，卡斯维桑，我爸爸的名字叫啊伊万莫董。他想到的时候，他就软下了。哎，局势不对了。因此他马上就跑到台大医院跟我妈谈，那天当天晚上就逃到宜兰，啊，逃到宜兰。我爸爸是卑南族，我妈妈是达彦，所以我常常讲我下面这个是卑南，上面是达彦。人家说是哪一族，我是被淘汰族，啊，记得哈，这边卢排族跟排卢族都很多，啊，这个就是啊，因为已经是国际村了嘛，啊，所以因为这个状况。但是我这个流亡政府还不放过我父亲，你知道吗？他不放过我父亲，还是要去追杀。然后 正面来看起来很像是他要鼓励我父亲。我父亲是卑南人，到了宜兰县大同乡，马上有派人说你当这第一任的什么官派的乡长。你知道怎么办？当地的人会接受吗？外地人第一任就来做我们的乡长是算什么？连泰雅族话都没办法讲，啊！打一样的我故意都无法同人讲，你凭什么来这走？结果是那是借刀杀人，派杀的要算挨到兄弟的人来抬。那当阵我哥哥是八个月，我妈妈爱我哥哥，但是我爸爸听无泰雅族的话，啊，听无，但我妈妈听有。结果这种代志危险可能会发生。我爸爸的，我妈妈的骗我爸爸讲，爸爸讲，迄个箱啊，我一早就有一个行动机，一大足大个只箱啊，那收物件。我讲，内底还佫有物件帮我揢着嘞。我爸爸入边的时候，就反锁起来，锁伫内底。我妈妈爱我哥哥，好，因两个少年来啊，哦，足夸张。我会记伊个名叫李明本，到今嘛，我细汉的李明本。伊讲你凭什么？啊，恁阿凭什么来遮算做阮的乡长？阮学卡上，阮妈妈以前日本时来做护士，嘛是足有力的。为什么训练安怎？战争的时候护士嘛是同款搬那个尸体啊，那个吼，安尼用到车来底，所以他们也是接受啊训练，拖木头嘛足有力的。到底啊挣扎的是两个都推拉嘛，推拉就开始就拍嘛。怕是阮爸妈妈的衫拢破，阮哥哥就受伤啊，阮哥哥无偌久就死啊。经过这种的，也阁唔放哦。嘛，这过了吼，嘛是叫找阮爸爸来做山林警察。山林警察抓啥物？山老鼠对不对？山老鼠抓吼，一个人哦，会派两个，就派阮爸爸一个，你都爱去抓山老鼠。
你要背三条书，头前四页，后边四页，用这读对伊马上死嘛。但是好佳哉，我爸爸是足有义气的，吼、哦，到了三星分局买暗时啊，哦，分局都讲这一定爱乖，一定爱乖。我爸爸讲免，我来保证，免乖，叫伊回去。所以三星田中杯足济朋友，安尼。但是这种的阴影，这种惊吓，拢无多敢解读，无多解读。然后到尾啊，哦，这代志愈来愈济，甚至到尾啊，我爸爸得到对，得到七度，对啊，哈，迄个矿坑内底撒当，都我后壳上怀孕怀我，有去迄个松罗国家步道的人举手，有无？啊，你吼、哦、松罗国家步道。到迄头前入口坡度无吼，过弯头就大石头无。迄道石头就是我生的所在，我妈妈自己把我生出来的。我端下撒旦，遐有螃蟹、毛蟹，啊，我哩在下，所以遐前田梯有三个田梯，我妈妈家己做的。即嘛是国民党，迄讲迄是中华民国的。所以昨我在座谈会的时候，我听到我们的那个泰雅族青年，他说我是这个土地的长子。怎样哈？你是不是本土台湾人的长子？长子的管理是这所有我额头上一点爱高好挂。我是长子，我不辞，我不敢，我不愿离开我的部落。我爱我的部落，公告嘉义的马赛老啊，这就是讲，咱今麦的教育，无人有成就这种少年人徛伫啊，讲这我是这个土地的长子。今仔日有人为这感觉，台湾是咱的，台湾我是台湾的长子，有人承认自己是台湾的长子的举手。长子是接受。产业的第一个优先权，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我们告诉我自己，我是，我就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来更认识以前咱对民进党，咱对那个建国党，咱对台联，安尼看来看去，出钱出力，为着什么？为着讲即。咱阿母伊个名叫啥物？台湾穿五十几冬个衫，破佮臭佮烂。咱做子孙的看到咱妈妈阿妈，咱妈妈穿一种破衫，冬天个是冷起起，热天个是烧干的臭味毛。有一次用一种个故事，向咱所有台湾人讲。咱来努力将妈妈的衫提起来，换一束新的衫起来。有听到这种故事无？但是台湾人准备书就讲，拢戆戆，无感觉。讲你是长子，讲我敢是，因为他没有承接这个产业的能力跟资格，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是我们说来说去，说来说去，到尾啊，我们很多人失望，很多人没有办法再往前。所以在这个时候，巴黎的论述来到了，让我们有一个光慢慢的进来，一个曙光进来，将黑暗呢慢慢渐渐的离开啊。咱们总理讲的渐渐离开啊！今仔日在这非常有福气。今仔日你付出这个代价，我们不要太多的计较。今天大家都辛苦，您是足福气的呢。头一期家做无，变数啊是太高，电器也无，恁家哦电器我们都你看电风，还佫有电风以前哦，电风也无流汗流汗。网足济，吼、哦！暗时啊，着听迄落寒天诶时，头一支诶，我讲寒天诶时无棉被，三四个接住诶，底下皮皮错。恁是偌好，你敢知？
经过头前的人努力打拼到今天的成就，我们还在那边，我们需要彼此的勉励。看到我们头前的人那种影，像我们太阳族有一个人歌声说，我的母亲，我看见她的背影在那边滴滴出滴滴出织布，织布的时候，从她的背影看见她的努力，她的付出，为的是她的女儿，对的是她儿子得着在通天的时候有一个保温，她织布给她穿，她感动。那另外一个呢，有一个人说看到小孩子走路，他说小孩小孩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你住哪里，你的爸爸叫什么名字，许多的问号。南台湾人，我是中国人啊，哦，讲一个北京话，我是中国人啊，军阀名贵啊，有听过哈？有没有人讲军阀名贵是什么人讲的啊？所以余国华有一次啊，我们那时候不清楚三民主义啊，中文的三民主义，海内海外统一是吧，统一信念的，他用他们那个腔调啊，下面人爱主义，海内海外统一信念。哎，这是不是他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呢？什么人的主义？什么人的主义？主义，三民主义啊！海内啊，海内、海外、海外统一信念啊！一早就宣告要死了嘛！你还搁底下抱一大卡，哎，就啥大车了？所以啊，我跟保罗讲，哎呀，现在你看到这个旗吗？现在已经转变了呢。还有下面马上就感动地说，哎呀，你们很奇怪耶，中华民国给你教育，你没有感恩耶。我说感什么恩啊，你现在孩子呢，你妈妈呢，有得着什么福利啊？然后我慢慢的引导之后，他也是掉眼泪了。这样这人台湾人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放一个那个佛摩萨，然后来来唱好不好？有人会唱吗？有人会唱吗？唱一个人哦，要听无？真的哦，安尼哦，安尼啦，我叫台下组先唱一些我们台下组的那个新阿妈，好不好？台下组起来，新好，来来来来，行啦，看让他们看你多漂亮多帅啊！你看有一个一拐一拐来到这里受伤哈，有他受伤，他还是哦很坚强的，安尼来胸口。跟我同样，我也是一拜一拜这样、哦、来那样、哦、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新北京新喇嘛新古巴拉阿威好，谢谢。这就是台湾人，对不对？有够水不？哈、哦，阿 Miss 讲，我也要阿 Miss， 有没有阿 Miss？ 啊，阿 Miss 就说，我也会学舞蹈。
好，我也会唱歌。我想有时间我们这个要阿弥陀要准备一下哈。好，我们先本土台湾人来唱这首歌，这首歌可以吗？我先来清唱好吗？ Formosa 是美的，非常宝贝，但是巴掌溪在哪里有人知道吗？举手。哦，相信啊。卑南溪呢？不知道，有人知道。南洋溪呢？依然。这个教科书里面有没有教？有，有没有写？有吗？有吗？有，学校有吗？是现在吗？现在现是要现在吗？这个交易是完全让你不知道台湾的整个地区。Formosa 遐尼水遐尼美丽的所在，给人港国际馆看到船哦，偌尼水，高雄港吼、哦、台中港，你看遐尼好的所在，结果呢被谁啊、哦、可怜呐、啊，哦，收无钱无工课，22K。啊，囡仔开始要做我的，你无努力，咱的子孙有一天讲阿公，拢是你，阿妈，拢嘛是你，无用心害我做我的，对不对？咱来拍片努力好吗？好。Formosa， 咱的梦，咱的爱。亲像阿母叫阮的名，哟啊哟啊哟，烧啊烧，永远保着美丽的梦。会用未？就简单，对不对？好，咱这回请哈。Formosa， 咱的梦，咱的爱，亲像阿母叫阮的名，摇啊摇啊摇，烧啊烧，永远保着美丽的梦。Formosa， 咱的梦，咱的爱，有当作先老过的歌，摇啊摇，啊哈摇，笑啊笑，永远无着美丽的梦。Formosa， 咱的梦。咱的爱，无怨无悔来期待，摇啊摇，啊摇，笑啊笑，永远无着美丽梦。再来一个，哪里不好？那么好。好，我们女士站起来，站女士们女士站起来，好不好？我们男士要享受一下啊、哦哦，好，用你最美妙的声音，最感动的，让世界人都知道 Formosa 是何等的美哈、哦。你要把你的感情唱出来哈。佛、哦、北京 ，Formosa， 咱的梦，咱的爱。亲像阿母叫阮的名，摇啊摇，啊摇，笑啊笑，永远保着美丽梦。好，掌声鼓励，坐下。我们的男士，我们的这个同心男士同心们，好不好听？好听。你有想要唱无？啊，无哦，无真多来下课。啊，我唱无。哦，起来，我们来，来我们女士好同心来，掌声鼓励一下。男士来，十波诶。啊，为难该先唔知一个一起十波诶呢？你唔是十波诶哦。好、啊，好、啊，从你做阿爸诶，对吧？阿爱的和心来唱这首这首歌，好不好？好，我们女士们，那个同事们呢，给他们鼓励一下来，同心们。第一句哈，佛北京，
佛摩萨那尼邦达尼爱，请求阿道妙。哟啊哟啊哟，修啊修，眼光不丢比的吧。大家站起来，第几首？佛摩全部站起来。达尼邦达尼爱，吾当作僧道归观。哟啊哟啊哟，修啊修修，眼光不丢比的吧，眼光不丢比的吧。佛摩萨，佛摩萨，达尼邦达尼爱，不完不回答期待。哟啊哟啊哟，修啊修，眼光不丢比的吧。给自己掌声鼓励。好，下次有感动无？台湾是不是足水？但是足济台湾人无感动。哎呀，中国很好的啦。哦，原住民说我是中国人啊，啊，我是中国人啊，真的是中毒深了哈。我们是什么人？台湾人，是本土台湾人，对不对？对。为了你，为了我，他们说统一心念念，我们是我们的目标，乃是要厘清我们的主权，对不对？对。不要用感情。秘书就跟我讲，我头一次听也是讲。那是要入捌台湾主管，你一定将你的感情放落去，不要用感情来看这个，你必须回到法理的角度、法理的论述来看这个，你才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因你清楚，你才能启动，你才能走，然后来这里上课。听完了以后，丰丰满满的吸收到你的里面，你成为一个让人享受的人。享受什么？认识主权啊，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这里讲一下瑞坛，因为这个是今天的时间比较短一点啊，50分钟而已啊。我们预备本来就是说啊，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的那个课程哈、啊，但因为现在啊，咱今麦刚输入来入这，所以在这任何一个人爱讲话哦，咱的本土来啊，对不对？对着人的讲话。哦、哎呦，在呼吸哦，当然了，我在呼吸啊，哦、嗯，所以有一个我的电台讲啊，透早起来讲啊，我个哇，我你好，我你爽哎，有没有？咱要有这种感受来到家啊，袂歹，我个得着啊。哦，来，我转到原来迄个我的课程哈，咱即马，我们现在来到摩西的特质。摩西他是这个人哈。他看见了异象，您给那一在这来告诉他看到什么东西？你们来到这里，有人知道你看到什么没有？光明，还有呢？希望，未来，啊，真相，啊，就看到了。但是有人从旁边毒素在灌给你的时候，你会起什么？会不会起疑心？摩西他看见了以后，他去顺服。你有没有顺服？顺服台湾民众如何的带领，有没有？所以你要专心用心的去听啊，顺服要用心，而且是什么？简单的相信。他是一个非常简单相信，而不去做任何的怀疑。他是一步一脚印的跟着这个台湾民政府往前，一样的道理。他而且呢，他是大胆的。结果人说，哎，危险呢，等一下会被抓呢。啊，很多部落的那老人说，哎，不行，国民党还在那边，这样子，在那边干嘛？啊，经过两当啊，比如丢工，不咋，我还搁在家呢，对不对？今天不是单，哎，我们不是拿枪杆来对着他，因为我们上面有什么？
对不对？难惊，我们不是来准备对抗，我们来是照着法理论述往前走，对吧？大胆的往前，对不对？因为他深信他是信神的人，信任神在这里给予他的能力，他相信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往前，所以他有坚定的信念。我们看到了法理的论述，我们必须有清楚的这中心的思想，绝对不能因为外来的因素造成我们动摇，我们必须坚定持续的往前走，因为法理论述定了告诉我们既定的目标跟方向，清楚的意向，这就是我们必须看见的。然后我们一开始就回到家里，就有一个执行力，对不对？告诉任何人，楼上楼下本来是从来没有 say hello 的，因为我是包满了这个台湾这个法理的论述，这个主权弄得清楚之后，你就说吼、哦，你敢在过年哦，要不要先去上课呢？我今天来到家吼、哦，你无看我的面越来越水，哈哈，伊就开始讲啊，对不对？吼、哦，十几冬来你唔捌听到你讲的，是嘛？吼、哦，我好讲呢，我就是来到家吼、哦、接受训练的啦，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执行力。看到人他说来来来，我来跟你讲、啊、你听我你就得着，很简单的。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王国他灭国被掳到，然后他的外族人就是、啊、外地的人，就是外来的，就像我们这个流亡之物，他是不是外来的、啊、外来的注入到了以色列地的，就今天台湾也是外来的注入到我们哪里，台湾的，我们还不觉得。他说：“哦，欢迎我们的祖国！你看看台湾人，哦，拥抱我们的祖国，我们有希望了。你有没有希望？过了五六十年，有没有希望？撸来撸棒啊，撸不棒，对不对？对啊，干脆啊，哦，我们要干脆。所以他留了这个王国两千年，法老在法老的什么炼狱中。我们现在流亡吉纳印，中华民国那个流亡政府的炼狱中，对不对？”什么叫炼狱中？人人第一，咱的阿公阿妈，诶，在时啊，做农，做种，诶，种茶，做茶的时，透早连起机，啊，暗时啊，看星星，还佫无，还佫有无？你看连起机嘛是为爱去爱做呢，吼、哦，老鹅啊，翘个狼腿儿，啊，在榕树下，在那泡茶。下棋，一个月还可以领什么？一万多、一万九到两万不等。你妈妈有无？你阿公有无？有的人给他手看麦，可能你嘛是老乌啊，对不对？所以呢，差别在哪里？这里是正确的炼狱耶。原住民说：“奇怪，这个我的土地怎么会是中华民国？”还有人家一健康说：“哪里怎么会输？”这样子。因为他有既定一个方向，你五年本来是跟我走哈，他当然自然的归于中华民国，对不对？这哦哈，你的土地就是你永远，你不管你是到地球的那一端呢、啊，那土地永远是你的嘛，对不对？没有道理、啊，这种政府是流亡政府，是这个是恶毒的，所以我们要讲对土回，嗨呀。哎呀，没有了，我不讲那个哈，我们还是有记的哈，无记的哈，我们不需要。虽然足迄条哈，那嘛是啊，小心着嘞。有一天，比如都讲两年后你就看着办吧，哈啊，对吧？你两年后你就看着办吧。谁在疯哈？我们有没有疯啊？我太太讲，我迄条要选去也是，我讲太太，咱到底二十几档啊？好，有一个空间好唔好？选去我不爱选，我坐底下安尼。我比如都讲，伊会输八十万票，我就讲。看到我太太讲哦，帮我的头诶、欸、有笑呢，伊马上你给表，我安可能笑呢，安尼，结果我讲刚刚追回家，讲要讲笑，你安有笑无？诶、欸，该先无笑呢，哈、哦，恁有笑无？我看起来该先笑呢，无啦吼，咱大笑我有笑，对不对？咱知影咱是啊，甲以色列人同款在炼狱中啊，结果呢安排一个希伯来非常伟大的领袖，叫什么？摩西，那法理那个法老呢？定了巧计呀、啊，啊，定了巧计啊，来去说来设计这一个以色列人，好、哦，那设计以色列人。我们我接着下，我们一直继续看啊。第二个小计是揭杀，啊，接生婆呢生了以色列的男婴啊，全部都要怎么样？杀掉，
然后呢，摩西的母亲她是一个信奉神的人，她这个耶基别呢，她是一个相信坚持神在这里会保守她的宝贝啊，所以他们的背景我们看见了，为什么以色列人啊，为什么以色列人的王国就是他不听从神，背弃了神，远离了神之后，神的咒诅就来了，而且曾经先知跟先见劝诫他们的话，他们都应的景象不听不接受，所以神不再是祝福他们的，不再祝福他们就完全就不见了啊！因为耶和华说啊，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借什么背逆我。今天那个少年人嘛，赶快吼，足济吼，那饲到大汉的是讲来太家己啊，老爸老母。啊，这种是教育的失败啊，是不是这样子？那是已经是到了完全丧失了人格，没有人性了，已经完全是不是人了，才做出这是不是人的动作。神说他，神说什么呢？牛认识主人，啊，驴呢认识主人的草，啊，我的以色列人，我的儿子却不认识，也却不在意。台湾人不在意，他是本土台湾人。当你讲到台湾本土台湾人，不是的，我是中国人啊，我以中国为傲。你看看，太多的讲台湾人啊，是安尼啊，投票不给他们的，还不是他们那些人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过了就算了，我们必须要觉醒。所以因此，这样的他们结果，土地就荒凉了，他的诚意被火焚毁了，然后呢，外邦人来入侵了，外邦人侵服，而且他的地都荒凉了。这是以色列人啊，这是以色列人。所以在那个时候啊，以色列国呢开始失去了他们的尊严，失去了他们的自由。然后这个时候呢，为什么啊这个受到迫？因为哈，在前面这边啊，我想讲，因为呢，在四百年，他们沦亡了那个王国四百年后，就是有一个叫做约瑟。新王约瑟是以后这个故事很棒，这约瑟这个人非常有智慧的哈，继承了这一个，因为他们还在那边流亡，但是他们就像很像是说，也是住在一个具体住在这样的埃及的中间，他们有一个领袖，所以那时候这个新王约瑟能力很好啊，因此呢，也是以色列人呢的他的命运极大的改变，慢慢的茁壮起来，茁壮起来也行哦，吼惨吧。耶路撒法老看到以色列比埃及人多啊，而且是强盛的，就开始担心啊，有一天哦，因为那些来攻击我的时候，联合那些敌人来攻击我，我的惨嘛，所以那个心就开始他就惶恐之后呢，法老说来吧，我们不如用什么呢，这个巧计来设计他们啊，恐怕他们因为茁壮起来，日后战争的时候联合这些敌人来攻打我们，我们就当作差不多惨嘛，好，因为柯林就离开了这地，所以第一个计谋是什么？下令以色列人当什么奴仆啊？那个奴役，然后专门就做那个什么苦工。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建造一个两座的集货城。你知道我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十诫的这个电影的几首？建大城，我们有没有车辆？有没有吊车？有马车不？都是什么人力？那埃及的军官都带的什么鞭子？赶靠呢，鞭子没有织物，没有那个的哈、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计谋，就是他那是为的要限制以色列人孩子就是越来越多，所以呢每生的男婴一个一个的什么一生就杀，一生就杀，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啊，在当时摩西的这个母亲耶基别他是一个像认真像神的人，所以呢蒙保守。因为有一天这个叫暗兰就是摩西的什么父亲啊、暗兰，他神就说非常紧张，回到家里他知道也非常的害怕，因为这个下达这个命令之后啊，哇，生下来的孩子是男婴啊、男婴，所以他害怕有危险，他害怕他的儿子也是会被砍，因此呢他们要一面呼求一面向神祷告。这个时候暗兰跟他的妻子，他是敬畏神，所以呢他把儿子呢藏起来，但是藏了上去藏也不是办法，后来他就里头就有感觉，好，那就把孩子这个暗兰跟他妻子做了那个蒲草箱，然后用石那个用那个磨那个石漆跟这个柏油，把孩子放在那里，
到这个的时候就联想到林博士了啊，我们的秘书长从那个中国偷渡到那边看到的，晚上像往下看是海啊，这种情景啊，这种情景，从到了送的丢到的那个尼罗河这边哈，尼罗河这边，对不起，啊，那时候他姐姐也不放心，然后远处的看着他，你看像不像秘书长搭那个船，啊，小小的。他以为是大的船，结果是小小的。他说：“哎呦，哎妈！”他把军矿的注意力看，啊，看我寻寻看，让秘书丢赶快，啊，很像讲都是有这样的，是有因为有这样的情势，才有今天我们，对不对？啊，所以你不能不在乎啊，是吧？我不能不在乎。他的姐姐很担忧啊，知道他一直注视着他。可是神安排的很奇妙，这个国王的女儿，他们常常到尼罗河这边洗澡，啊，你看，优雅。啊，马西就树叶哈，啊，优雅在这里洗澡，哎，这个是明明安排的，为什么这个时候呢？啊，为什么不再晚一个小时，或是晚后四个小时都不是呢？很多事情是注定的，知道吗？很多事情是注定的，所以呢，你看，因为神这个主宰之下，法老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发现了一个小男婴呢，她一看好可爱哦，她一看好俊美耶。所以呢，他看到了就马上领起他，然后收养为自己的孩子，取名为什么？摩西。摩西不是他妈妈称的，是他们取名的摩西。所以看到了这么漂亮在哭的孩子呢，怜爱他，就然后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个是希伯来人的儿子，因为他们知道嘛，他们的政策就是要杀嘛，啊，但虽然知道了，但是他爱他，他就把他纳为自己的小孩，啊，当时呢，公主啊。在找奶妈，因为她不是还没有那个不能喂她嘛，所以呢，啊，聪明的，你有没有听这个熟不熟悉这个名字？米利安是刚才前面有没有？对，因为他们以色列人都是做为他们做工们做奴役嘛，那摩西姐姐马上提出勇气啊，我帮他们找个奶妈，有没有？啊，帮他们找奶妈来照顾他，所以呢，公主听了马上就很高兴。好啊，你去找他，回去找妇人拿这个奶妈来照顾小孩子，这样可不可以？他说可以啊。啊，就因此呢，这个公主就接受了他。然后这个呢，米利安呢，他就知道就要去找谁？找他妈妈，你知道？找他妈妈啊。然后这个摩西的妈妈来到这里呢，公主也给他工钱，让他到照顾这个小孩子。在这一点重点在这里，啊，约基别是一个认真向神活着的人，他知道小摩西在这个时间跟他相处的时间怎么样不多，借这个机会来教育他，教育什么？抓住机会，在养育的过程中告诉他，你不是啊，你是以色列人，不是什么埃及人。从在养的喂他的时候，一直叮咛他。今天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子子孙孙，你不是中国人，你是什么？我们大声一点，你是什么？今天做母亲的，他尽了他的本分，将这个时机短短的时间跟他相处的时候教育他，你不是埃及人，你是以色列人。啊，就这样的让摩西从小开始在烙印在他心里，我是以色列人，我是以色列人。啊，所以接受了这种教育。啊，在宫中我们发现啊，所以许多的训练之后，他在王宫接受了个高好这个很棒的训练，所以呢，妈妈啊，也没有忘记他教导他孩子。但是有一天，他就是因为啊，一直常常到他兄弟那边啊，对他们知道他们的痛苦啊，到长大了以后啊，有一天看到埃及人打他的兄弟的时候，他就非常愤慨。那时候他茁壮，他很棒啊，哦，一气之下把那埃及人打死，他的生整个改变了。他就离开了，怕法老来这个，他们都知道了以后就逃离，做逃亡的生活。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了解一下，以后有机会你们要常常来哈。所以他经过的时候，神就显现了，圣灵显现，就在西奈山显现了。啊，看他很好奇，他往前的时候，他说不行，你要脱你的鞋子，你才往前，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啊，圣地，所以这一个意象出来，然后告诉他说：“你要去救啊，这边的西奈山，你要去什么呢？拯救，差遣摩西啊，往埃及拯救啊，被辖制的以色列人。他的生活一直是这样的，然后知道他的方向目标之后，一直是往前。摩西就不变了，因为那时候当下他年纪大了，所以呢，他以他的能力实在没有办法，
他是无能，但是完全是靠耶和华神伟大的托付，伟大的托付。然后你看这个，这是什么海？红海。你看人有办法吗？但是你知道哦，这个红海一掀开，祷告因为一仗一仗下来，红海一开，开完之后呢，你知道那个地是不是湿的？瞬间主也把它弄干了。弄干了之后呢，你看他这个，这一个气势，以色列人就往前了。往前通过之后呢，后面是有什么追兵？埃及的。那神就向神祷告，仗一弄到海，那个海就合起来。那这个啊，这个军人呢，完全被淹没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想这样的，然后到末了40年度都在旷野里面吃玛瑙，啊，贪心的人呢留多一点放在家里，结果还是烂掉，啊，你今天吃多少你就拿多少，啊，这个哈，非常棒，摩西。但是在40年他们就也是在那边拜金牛犊了，以后又亵渎神了，十诫才出来。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本来一直要讲，啊，我要忍耐一下，下次有机会嘛，好不好？今天最终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跟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因为后面这边有很多哈，你看流亡政府，啊，这个我们的台湾人民一直，你看以前的这个潘良华，你看肚子大大的，啊，现在我们的三议员哈，现在你看他们都是用心努力，连囡仔讲，今麦囡仔怎么自己在回啊这，啊，哦，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啊，咱有这种看法，所以你看我们台湾这个本来的公公啊，哦，这个我们欢迎我们的什么？哦，我自己族人翁来临了，统一型人员还是问我赢的哈，啊，对不对？帮我无感，一种人让他对你完全没有感觉，啊，所以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真的是要了解，有很多这些恶毒，所以老孩子说笨蛋，那个上面那个是懒得理他，一个无奈啊，他已经得到国际认证，笨蛋，啊，你看这种状况，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我们的这个35岁的25K 的啊，这些啊，这个夜光族啊，真的是很可怜，这就是社会的无奈。你看我5000万交保，你看公务人员这些心态无耻啊，自我感觉良好，这个那个星星说还好我不是人啊，对不对啊？所以有很多，所以说这边有讲说，你看你翅膀长大了硬了不听话了啊，然后他后面就没有讲那些事，所以我们想过去有很多台湾，哦，哇，好爽哎，没事啊，讲好爽哎，啊，对不对？啊，起码这个东西我们想说，哎呀，真更小，因为台湾民政府出来，他就说啊，我更小啊，所以有很多哈，只有这个才来救我们，好不好？掌声鼓励一下哈，谢谢。加勒，休困10分钟。洪昭晴小姐，请到前面领取资料。